我们要颁发的奖项是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，入围的有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，入围的有张富健、张建林、公视人生剧展、面容、犀利创意国际股份有限公司、陈恩、主管再见、影一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、李少全、身份证字号 H160GG039。 好，李希明啊、尤安顺、做工的人、大木影艺国际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你们做空中树叶无？那半分钟那爆掉嘞！戴立忍，公视新创电影《访客》，奇妙创造股份有限公司。赶快做梦。薛士林，做工的人，大木影艺国际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全部都没赚到钱，反而变得越来越穷。得奖的是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，得奖的是薛士林，做工的人，恭喜恭喜。表演率真大胆，极具魅力，自在地玩耍于角色的粗野张狂与纯情傻气之间，将一个开怪手底层工人演得有情有义，活灵活现，是剧中的一大惊喜。谢谢评审，然后谢谢观众，谢谢团队，谢谢作品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一路支持我然后陪伴我的朋友们，然后我要把这个奖项献给做工的人，所有的团队，谢谢你们。恭喜恭喜。